开开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大头鱼。开开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牛蛙。今天大头鱼做配牛蛙，这是什么？美蛙鱼，它的嘴巴也大，头也大。我看一下和我的嘴巴，看谁的头嘴巴大。放开，你的大，你赢了。但是我头比它大好几倍，我嘴巴。啊！抬起来，这就是做剁椒鱼头的鱼。我们鱼头鱼身一起要。哦，头就是大，哎，这种鱼头比身还贵。哇、哦，你看这肉，其笑容虽如此狂，哪个大？告诉我，我给他砍掉。这个牛蛙，老板说他这个牛蛙是从省城下来的。小猪又帮我洗了，把这些拿过来腌制一下。他只洗了鱼身，鱼头他不洗，我不让他洗。我让你洗掉还吃啥鱼嘛？一起腌制吧，姜，这边是蛙，放这个大盆得了，小盆根本就装不下腌制。料酒、酱油给它腌制一下。我这个是跟他们四川人学的，他们都说马尿哦，马味哦，不是马尿哦。还有金金。这盐，老母鸡下的鸡蛋，我还是用筷子得了，我怕我把我的手戳破了，我的小肥手，这样可以洗，捏太紧。好，给它腌制起来，来切一点辣椒，这是泡椒，我这是做川味的。牛蛙不是美蛙鱼，姜泡，这是不是老姜？这是老姜。锅里加油，开始炒起来。姜、酸辣椒，哎呦，放到了，豆瓣酱。火锅底料和干花椒，牛油火锅底料，辣老火，下入水。哦，下入头，太滑了，手抓吧。砍的时候不都是用手抓吗？现在还假发紧紧的。接下这个，今天我们就过节了，提前过三八。我不过三八，我过过啥我也不懂，三七。小蛙下锅就可以开始了啊。美蛙鱼贵味综合味，这是大姐的味道，可以吃吧。来个头，找块头，那个蛙蛙还没熟，咱们吃鱼。这个舒服，哎，夹不起来。哦，可以，这个老水最好吃了，可以吃，可以吃。哦，你看这个软不拉几的，哦，
滑滑嫩嫩。自从看了那个电视剧《狂飙》之后，我老想吃鱼。狂飙后遗症。对。老莫，我要吃鱼。我没有老莫，我只有小猪。小猪。去钓，吃鱼就去钓。老师说你钓的那些鱼都没吃过耶，一次。你又不经常来。来了往这边跑啊，哪里有吃到你那钓来的鱼？你提醒玉玉。我想吃点河粉，芋头好吃。哦，牛蛙熟的美满。一个还没有。一个熟的，我来的。蛙脚，蛙腿，大头鱼好吃。不都说切滚的豆腐，外滚的鱼吗？那啥，牛蛙还可以做一道叽叽哇哇。什么叫叽叽哇哇？鸡肉啊。鸡肉和那个牛蛙一起煮的那个。嗯，我想问人。牛蛙和美蛙有什么区别？大小不一样。这样是吧？嗯。我以为是一个品种。那还有那黑秋秋的那个叫什么蛙？癞蛤蟆。那个能吃吗？不能吧。癞蛤蟆可以吃贴鹅肉。它好像是中草药的一种啊。可能吧。喂，假的。嗯。皮好像，梅花应该比牛蛙便宜多吧？梅花多少钱一斤？感觉哈，我感觉梅花便宜。不知道嘞，这边没有。没有？没有。那牛蛙多少钱啊？十五。十五就是活的是吧？嗯。活了然后称了然后挂。嗯。哦，那其实也。你还是不便宜了，三只三十，啊？十块钱一只。十块钱一只啊？嗯嗯。那牛蛙大吗？一杀之后没多少的。啊，老头都不在了。老头没多少。他要把肚子都。头都不要了吗？不要。啊、肚子占了一半。你想一下，因为我们那边吃火锅，它是自助的，它、随便吃。你说美蛙肯定比牛蛙便宜啊，不然为什么叫美蛙鱼头，不叫牛蛙鱼头？其实，叫美蛙肯定好吃一点。嗯，要嫩一点吧，那个，应该更嫩一点。那里还是腌制一下而已吧。应该品种不一样，它应该也不一样吧。嗯，应该也会嫩一点吧。它自助餐里面有美蛙是吧？就是美蛙。那太大了，看起来就是，哎，我觉得。如果的话，大的可能不好吃，但那种大的如果、嗯。他们说光吃鱼不过美味，要吃点蔬菜。我来摘一点。主要是我太猛了，他们两个倒不怎么吃。你别吹了这边，你吹到那边去了。嗯。